你怎么在这儿？以后不用帮我送这些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你送的吗？那我搞错了。哎，顾南，你可不可以陪我说说话？我好累。累了就回去休息吧。江顾南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对我这么冷淡？难道我们就不能像朋友一样相处吗？你不要忘了，当初你就是在这里跟我提分手。累吗？累吗？如果累的话，可以抱抱我。我们分手吧。我要全力冲刺比赛了，跟你在一起只会让我分心。所以，分手吧。看来真不是他，那就是原来。老赵，借我一下手机。你不有手机吗？没话费了。你的就借我一下。哎呀，我打团战呢。快点，打完这波团，打完你快点借我。算你狠。一分钟啊。很快很快。你好，米兰超市。快点快点快点，等着打团呢。我出去一下。啊，掉分了。我鄙视你。哎，你看看他都睡着了。